怎么样？你觉得这辆怎么样？我想说不好也不行啊。不要就算了。这么小气，开玩笑也不行啊。这辆车是不错，不过再买了这辆，等于跟你买了五辆了。谁叫你是我的男朋友呢？我们去吃饭吧。好吧。 新昌公司的贸易谈妥了吗？嗯，他没跟我签约。嗯，为什么？我不能答应他的额外要求，他就没有兴趣跟我们签合同了。哎呀，你陪陪他不就行了吗？又没人叫你跟他上床。查理呀，你以为我是夜总会的公关小姐吗？我不需要这么做，我也不鼓励我的下属这么做。嗯，好，有原则，我赞成。 那大老板的儿子就快从美国回来了，我会跟他说，升你做经理。不过这样啊，我们这位大少爷有很多女人投怀送抱的，你要懂得做人才行啊！你明不明白呀？我想你误会我是艾米了。如果没其他事情，我出去了。切，这种贱男人呐！ 用不着跟他客气的，说我什么是女作经理，他有个全世界都是五小姐。喂，讨好一下你的客人嘛，大不了让他摸摸你的手。怕什么呢？做成了这个买卖啊，就一脚把他踢开喽。干嘛要刻薄自己啊？什么刻薄自己呀？有人请吃饭，请看戏不好吗？我的生意就是抛媚眼抛回来的。今天又是什么人呢？媚眼专家。 今天呢，还是罗拔，来来去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爸爸很有钱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已经向我买了五辆车了。喂，你不能这样强迫人家的。可是他喜欢我，我喜欢他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想跟你吵了。你呀，我想我们以前的焦国文老师胡仙姑，怎么老是追不上潮流呢？就像个老古董，像他呀，我嫁不出去了。喂，一起吃吃宵夜吗？ 还吃？你不怕胖吗？哎，少替我担心，我不知道多棒呢。哼，一晚上泡妹也没吃饱啊。那倒是，我的嘴呢，老是跟他接吻，没工夫吃东西了。天脚来了，喂，你先回去吧。两位小姐，占卜还是算命啊？走，来嘛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是不是看三世书啊？嗯。小姐。 原来你前世是堕落风尘，在青楼栖生的。嗯，那做妓女的。哎，翻了翻了，哎，不要了，我不相信这个。小姐，帮你的石层八字给我。哎，我有，我有，不要了。我先给你看，我写给你看。不要啊，怕什么嘛？好，谢谢。幸亏我还记得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看看你前世什么也好嘛。哦，这位小姐，你前世是做尼姑的。哈哈，做尼姑的。 原来你前世是尼姑，说了这尼姑，你去玩意儿了。那下辈子呢？下辈子啊！喂，开玩笑。走啊！叫你不要占卜了，这些东西啊，浪费金钱，一派胡言。我说你啊，的确不像我们以前教过问的那个何仙姑。像谁啊？你就像刚才那位相师书里的那个尼姑啊。喂。 原来你上辈子是做尼姑的，怪不得一脸土气呢。那你呢？你上辈子是妓女，难怪会这么豪放吧。别吵，神经病。什么什么？ 妓女就是这样的，看不顺眼啊，臭男人！吃葡萄吧。嗯。喂。 我明天过账给你。你明天有没空啊？出来喝杯茶吧。对不起啊。
我约了女朋友度假，我改天再来找你。好吧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这么怪异。祖儿，你有什么心事？先喝杯酒吧。干杯。干杯。人生几见月当头，祖儿，何必为一点事不开心呢？是不是？傻丫头，就趁今天月圆，我们开开心心的玩玩，好不好？你笑一笑嘛。祖儿是一个情欲女神，她可以使每一个男人向她俯首称臣。她带给我的是一个感官世界，我几乎迷失在里面。可是纵欲的刺激只能短暂地麻醉自己，我决定离开她。后来我就遇上了我在香港的最后一个女人玉子。公司终于经营失败，给日本最大的财团大田收购了。大田的总裁是松田太郎，玉子就是松田太郎的独生女儿。太郎派玉子来香港接管，为了维护事业，我跟玉子搭上了。你们香港人的办事效率真是非常高，这方面我很欣赏。我现在的经验还很浅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。哪里，是你给我意见。无可否认，公司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善的，不过过一阵子我会在日本调派一些人手来香港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别这么说，大家可以合作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很谢谢你亲自送我回来。不要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大伟。嗯。你明天有没有空？我想你陪我游游香港。好的，我明天来接你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你陪了我一天。你觉得香港怎么样？香港很美，像东京。可是比起东京，香港的生活节奏更快。你呢？你从美国回来香港，觉得怎么样？最初也不是太习惯，可是习惯了之后，觉得在自己人当中生活，那种感觉很好。那些美国人多多少少看不起我们华人，所以我常常跟外国人翻脸，有几次还差点打起来，所以我回了香港发展。其实人类应该生活在文化里，要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才会开心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都想移民呢？香港就是这样，香港人很多想走，而外边的人却很多想回来。我就是想来的那个。香港有什么地方吸引你？嗯，
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。念大学的时候，我是主修中国文学的。后来我知道要来香港，所以又去学普通话。我的普通话说得怎么样啊？说得太好了，比我的还好。我想请你跳支舞。好的。车子在那边，我送你回去啊。嗯，走吧。嗯。大为温文英俊潇洒，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我一定要抓住他。但是爸爸不喜欢我嫁给外国人，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说服他。